肘关节错位就一般就是说到肩颈暴力引起的肘关节错位，它肘关节错位又分为，肘关节的前错位、肘关节的后错位、肘关节的中间错位。对，肘关节后错位有可能引起的，肱骨内外科的骨折，肘关节的前错位有可能引起，尺骨硬椎骨折，肘关节那个前后错位是那个环状韧带和那个。尺囊骨近端韧带和骨结膜的损伤，故一般要出现脱位的时候，就出现关节弹性固定，患者关节功能不能活动，不能被动和主动活动，他复位成功了以后，就会是一般关节的肘关节后面的肘三角后三角就会存在，肘关节的被动和主动活动就会活动开，一个 X 线诊断就可能确诊肘关节的复位。